我们看到，我看到很多的青少年，他们火热的敬拜，也能够影响到我，真的是来敬拜神。因我有主耶稣为我的依靠和坚固盼望。我真的是很 enjoy 这个 camp， 就是我认识到很多的新朋友，同时也认识到认识到耶稣更多啊。同时他们的 game 也是很有兴趣，和教我们如何的团结的更多。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要把我们的基础放在耶稣身上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世界是没有盼望的。我感谢神，他让我能够有合一的心，能够跟敬拜团一起来带整个的会众一起来敬拜。透过这个领会呢，我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知道要怎样的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让我能够更加的亲近神。只知道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虽然我们很年轻啊，像我这样子，我要成为其他人的榜样，就算是我比其他人还小。在今年的营会，我第一次做副组长，学习到怎样带不同的人。我学习到我的生命一定要扎根在对的地方，不然我会很容易离开教会啊。在基督里生根建造。站在我身旁，与我同在，你是我的力量。哦，耶稣，你是我好朋友。耶稣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与我同在，你是我的力量。耶稣，你是我好朋友。耶稣，你永远都站在我身旁，与我同在，你是我的力量。哦，耶稣，你是我好朋友。耶稣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与我同在。鼓励大家明年一定要参加，不可以错过。明年能够看到你们参加青少年营，一定要来。明年要再见到你哦，明年的2010年青少年营等着你哦。从今直到永远，你是我朋友，永远都在我身旁。从今直到永远。